为考验男友，王子晴带男友同父母去旅行。王子晴日前就出席眼镜品牌活动，子晴透露即将会首次同屋企人以及男友去旅行。依家男友开始融入家中啦，爹哋系咪都好接受先？都 OK 嘅，系啊系啊，唔错嘅。紧唔紧张啊？你第一次一齐去旅行，我谂佢紧张啲咯。我希望佢可以 plan 定啲嘢咯。即係佢 plan 行程，你想希望佢可以幫手 plan 下，不過應該都係我得閒啲嘅啦，我會盡量 plan 多啲。叫佢再做多啲嘢啊，再加分添，拎下行李啊。咁呢啲要考驗下佢，考驗下佢識唔識自己做啦，係啊，不過都會提點下嘅，係啊。咁今次旅行係咪男友出錢請噶？希望咯，唔知啊，仲傾緊，係啊。但係會唔會分房瞓定係一齊？你哋一齊瞓？呢個四個一齊瞓啊嘛？兩間房咁可能係 book 四間，唔係三間房。明知啊，呢個仲唔係兩間都係佢男友同埋爹哋瞓。係啊係啊，我就係話諗住我不如佢兩個係咯，佢兩個瞓啦，我同媽咪瞓咪得，等佢哋可以打交啊，增進下感情啊嘛！你知男人兩個好尷尬，成日坐埋一齊又唔知講乜咁啊，由佢哋傾下，逼佢哋傾下偈，係啊。